家福中心助养儿一起想出特别的街舞动作，要来完成时下最流行的假人挑战。以前常看到网络上很多就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个，然后现在做到还其实还蛮开心的啦。 很酷，就你新年快乐啊！谢谢。新的一年即将来临，志工们来到家福中心，除了陪伴孩子玩假人挑战，同时将木来的物资进行发放，还协助家福做好年终大扫除，还蛮有意义的。对啊，如果是在年前的话，来最后做一个环境的总清洁，这样他们募集的500条的一个围巾，还有500个一个吉祥的一个餐盒。 那也希望说，在这个农历年前，能够让我们家福扶助的这些孩子能够过好年。家福呼吁孩子成长需要长期陪伴与关怀，期盼社会大众能用实质帮助，让每位家福助养儿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。大爱新闻黄才熙、李明华台北报道。